本分局接办松赞分局受理单一窗口之妨碍电脑使用案，摄影师华南于3月1日至松山派出所来报案，指称其于2月27日16时许未在西子区的工作室发现使用之网络云端硬碟遭到不明人士的盗用，是谢姓女友人之照片外流，本案因涉及网络电子设备等专业技术，故已责由侦查队科侦小队侦处，并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中，以力求迅速侦破，未无被害人身心，并也呼吁民众若收到相关照片，务必不要转传，以免触法，也避免造成被害者的二次伤害。